这件事已经过那么久了，然后法院这边有没有给出什么正确的，就是一个判决？对，是有点害怕，但是我还是会继续的进步，没关系，我会尽量的克服它。对，有点气愤啊，因为这件事已经过那么久了，然后法院这边有没有给出什么正确的，就是那个什么审判决？对，所以就觉得就那你在看到他们的证词的部分呢，有觉得像我们刚刚说是都是谎言？对，是没错，因为他们做的行为跟他们说出来的是不一样的。他说我跟他互殴，但是重点是我完全没有出手。对，你还记得当天发生什么？不清楚。其实心情上都是非常的沉重，是因为看了很多资料，然后看了好多的反反复复的谎言，就是前后也都很不一致，所以说也觉得非常的，对他们觉得非常的失望。对，是有点害怕，但是我还是会继续的进步，没关系，我会尽量的克服它。